1951年，在台北的一处寻常小院内，方先觉和他的家人一同留下了这张合影。从镜头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方先觉身着一件军大衣，头戴军帽，英俊威武的形象展露无遗。这一年，方先觉46岁。或许许多人对照片中的其他人物感到陌生。位于最中间拄着拐杖的老人是方先觉的母亲康氏，她已是75岁的高龄。而坐着的那位则是他的妻子周运华，当年39岁。或许有人会好奇，为何没有看到方先觉的父亲？那是因为他的父亲在拍照前不久已经离世。